叛逆啊！哎呦，进去就不要玩了，嗯，要玩就进去，好，嗯，要三千分，好，嗯，好可惜哦，哈基没有看到今天这个画面，时机就时刻来了，瀑布哎、欸，大火。加油啦！巧克力，走，记得我自己。走，你是谁？偷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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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帮手，是小帮手。我挖到了，我挖到了，我挖到了。偷跑，偷跑，偷跑，偷。我是偷跑已经不亮了，我是偷挖。偷挖，偷挖的两格啊！有，我已经挖了底下两格。直接偷挖。我的天，不是说要机智鹅卵石吗？你要找人啊，找伙伴啊。我来了，伙伴。我爸已经五十层，好不好？五十层，那我往上挖，往上挖，往上挖。好好，对你顺便阶梯往上就不会浪费了。哇，哇，那这边其实就只有我们两个。哦，这边有黄金，这边有黄金。可是要我铁。对啊。哎、欸，给我先，给我先，给我先过。你先继续往上、啊。哦，好好好好好。对对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你挖到中介石的时候再给你。我挖到了。我有27个，不晓得够不够。来，集资石头，集资石头。2020年在我们附近，给繁星，给繁星。累累累，石头给繁星，都给他。三个人一定够，上去吧。啊，你有人给我吗？有，你跳下一格。你又不会扔好一点喏、哦？你看人家巧克力怎么扔的？20哦，赶快挖了20。嗯。20怎么那么多钱？你都自己坑，那你赶快挖10块钱啊！这里啦，20我。这里，赶快10块钱，赶快换稿！你怎么还没换稿？你就10块钱了。哎、欸，我手上还有书哎、欸。别换这啦！你们急干嘛？快快快！下面有黄金，快点二零。可以，慢慢来。快点，对方，你再慢，对方就挖走中间了。哎呀，我敢问你负责吗？我刚刚不行，按到时间了，怎么办？什么时间？我刚刚不行，按到时间了，什么意思？我没买到稿啊！哇塞，你这个怎么这个样子啊？有人在，那谢文熙，我帮你们站在这个钱上面了。哇塞！哇，小雨超快哎、欸！可是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站在这里哦，我还没有稿子哦。没有，我现在换了铁稿，还要再下去挖黄金。快点到，他们要挖。小雨，你可以继续堆，把那绿宝石。他们有鞘翅，他们有鞘翅，他们鞘翅飞过去。他们鞘翅来了，他们鞘翅来了，巧克力后面。他们鞘翅飞去拿我们的鞘翅了。你反正你怎么没拿到我们的枪支？我拿两个回来了、啊我从对面飞过来了。哦，好，我还以为是对面的呢。可以，没有，我现在先换岛去中间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快点，赶快来挖，我们把它埋起来了，快点。好好好好，很急很急，每件事情都很急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来呀来呀来呀，枪支什么的我最会了。好好好，哇塞，小雨你是红梦啊！哦，我半颗星，我半颗星。哦，好，回去了。小雨，牛排给你，牛排给你。好。我怎么还有书啊？我。哈哈哈！走了。对耶。对，这是书没收掉。哎，找到 bug 啦。有点硬。可以偷换队伍啦。哇哇哇！所以我们现在哦，100块，对我100块，可以买一个奴隶。我现阶段其实大家都还在挖啦，所以应该炸也没有什么。哇哈哈哇，开场就有翅膀。嗯 ，nice nice nice， 这世界就靠我们了，真的交给你们了。嗯，是吧？现在先下去挖。啊，哎呦，我想先买金库哎、欸，跌下去。从天而降的20，因为他们现在也不会那个、啊，也不会附魔。想50块。啊，我是穷逼，我去挖钱，挖钱，挖钱，挖钱。反正现在也不能打架。嗯。你是啊、哦，嗯，可以。怎么了？我吸掉垃圾啊。对对对对对，最爱你这种的。吸垃圾。可以可以。
垃圾鱼不会出现在我的身上。我是垃圾客，不能说垃圾姐会骂到两个人。但你可以说 Jelly Pig 哦。哎、欸，怎么 Jelly Pig 没出现啊？有 Jelly Pig 在对面了。哦，有 JS 那个吗？对对对。哦，Jelly Pig， 小云怎么把那本书丢给我？啊？我身上有一个王国之战基本介绍。我也有啊。我也有。大家都有啊。大家都有。大家都没有，大家的都没有收走啊。有啊。可以简介一下的、啊。那个是说明书、啊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大家可以玩到一半看一下。对，不太懂规则可以打开看一下。那个是旅游指南。哇，超适合新手的，用心良苦哦。是哦。就不要那个里面可以按照什么就出 bug 了。没有。不会。确定没有吗？你我看到书里面好像有一个叫做那个 Kill 20的指令，哪有吗？不然我按下去看看哦、喔。没有，幻觉。哎、欸，蓝方的来喽，讲一下而已。哎、欸，我挖一堆铁都只有铁啊，没有黄金呢、啊。阿丘，阿丘，小雨这个地方没有黄金啊。没有，我刚也没有在这里玩。看嘛什么？底下快以上的铁了。我去换铁镐啊，这样我没有金可以挖。完全没有金。那个嗨什么的好像有哎、欸，他想指引我，可是是对面的是不是？是超级流氓，是不是国王的问题啊？哎呀，我错了，没有黄金。对了，二零。嗯，就是那如果用书去附耐久的附魔术，然后用在乔斯身上，会变很猛啊！可以，用了，还是可以，好像变很猛哎、欸。对啊，怎么办啊？嗯，就这么多铁啊！乔斯有办法让他指定不附魔吗？可以啊，就是他价钱变更高，不，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？太贵了！对。啊，对，就是那个什么太贵了、啊、哦，没有，你只要说可以就可以了。哎，可以耶。啊，行，就是要有自信。给我一块牛排而已，小气鬼，多给一点。哎呦，床爆炸了！没、嗯、有，他们爽一次了，爽了。他们还只剩一次机会了。他们还有一个可以爽，只能再爽一次而已哦。对，斟酌使用哦。斟酌、哦。我发脾气，财神爷是不是？财神爷哦，之前的财神爷是不是？原来他们多一个人是多那个财神爷啊！哦，原来啊。嗯，因为财神爷是很尴尬的人物。真的，上次财神爷还提早先离开了。对，送完了，先离开了，送完先走喽。哦，那一次啊、哦。对，财神爷来了。前尼西的财神爷。哦，对不起。哎、欸，我拿到小房子。我你要记得底下的黄金啊、欸。这游戏还有房呆哦。怎么了？我拿石镐去挖金，挖不起来。你才知道，这不是正常的。不是，他连挖都不能挖。对啊，之前就是啊。真的假的？哦，我第一次这么蠢过哎、欸。哎，我第一次这么蠢，你不能这样子哦。没办法，反正就是选择方阵子，一定强制你对稿，他也不会有个提示。嗯，破稿了。对，地图哦。是我干的。要队友来提示哈、啊，就是比较融合一点，队友变。等下他们是不是一窝蜂都冲进来啊？对，全部都在我们这里。我的妈，好恐怖啊！保护鞘翅啊！哎呦啦，是，他们来掠夺鞘翅啊！没关系，等下马上离开就好了。马上飞走！哎、欸，R20烟火有得买吗？没有啊，有得买那还得了？哎、欸，20那个那一组其实不容易耗完哦，很容易。20龙蛋小房间会上瘾，你知道瘾这种东西？嗯，哎、欸，对不起，讲龙蛋小房间有包含中介组吗？哦，有中介组啊，中介组用炸的，炸的，可恶。你知道氪金这种东西，给你猫罐头一千个也不够啊！哎、欸，我们家都已经都是沦陷了啊！对的嘞，连上面都是啦，还不能打他哦！我好生气哦！我天，
跟你讲，娘一开始就马上全部都打成一团了。我掉去了啦，他们在那个……哎、欸，剩十，浅浅那边有三个。剩10秒。一分钟还有一分钟，直接炸了吗？我可以再买一个奴隶二等了。懒得有三个了。好怕哦，好怕哦。妈。想一下哦，可恶！又卡住。刚刚已经遇到两个事件了，对不对？我塞成这样啊！对啊，第三个才是重头戏啊！真的假的？我觉得刚刚第二个已经够霸气了，哎。对啊。第二名是谁？对啊。被按。哎，开战！开战！开战！开战了哟！哎，有敌人！有敌人！有敌人！不是这里啊！有敌人！我走上去了。嗯。哦，吓死我！就跟我，就跟我，不会呀、啊。暂时有危险性。死掉那些。哦。哇，好像有空降，我气死。没钱，没钱。他们在炸我们的那个虫虫了，他自己也死了。我丢丢丢丢。喂。有没有剩下的东西可以捡 ？OK。哇哦，好，至少肉。我要多一点肉、啊。我看到蓝蓝的东西，我好怕、啊。蓝蓝的明条。我要走空路过去了。可以小心哦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专业的。好，我要走空路过去。来，碎。你有炸弹吗？你有炸弹吗？谁我吗？对啊，我刚从地底回来。OK。Oh, nice.哎、欸，叔叔叔！哇，人来啦！保护乔治，保护乔治！飞走了！我瑞，我瑞！哎呀，痛！没炸到国王，可恶！牛！我来了！我发现他那个附魔那边主要是第一炸，因为原本有地毯。扔在地毯上就可以炸了，然后之后变成那个黑曜石不行，就会变空包蛋。20，哦，嗯，可以换我鞘刺吗？啊？为什么？带在身上买装备的时候被吃掉了。我觉得我没有，我现在测试 bug。对，对，我觉得20这可以还一下啦。可以，可以，当然没问题。Yeah, 我的妈！测试 bug 很重要。结果，哎呦！结果巧克力，我手上有两个喽，没有啦。哇，没事。那下次要做个防呆，不是防呆啊，赛前说明。对。啊，所以20，你测试的时候没有发生这种事情？没有，应该是没想到。没人陪你测试就要讲。平常没有去拿这方面。没人陪我玩啦、啊。不要难过了、哦！炸炸炸炸炸！有炸死人，有炸死人！那、啊、你放哪里？还我啊！啊对，我刚刚在查那个乔治的英文名。可以。捡到没有捡到他们的装？我刚刚就是想要，至少要个铁装过去陪巧克力。结果，哎、欸，真的真的要来了要来了，等你啊！有了。二零，挖掉对方所有的封建术有没有奖励？我挖掉了。啥？是什么？挖掉对方的歌来果树有没有奖励？我通挖掉。来来来，你有没有空劫？哎、欸，不要过去。左边那个有没有空劫呢？他还是20滴。中箭是中挖。只是你扔下去，有时候扔到那黑曜石还会变个。啊，没有，是。哎、欸，光20，这边繁星20那个不。光，他们光在这里。我知道啊，后面汉季，汉季，光。刚在这下面，他那边。你要不要先回去买吃的啊？我觉得。可是国王，我有炸弹，我有炸弹，看有没有办法炸他。你被打了！完了！超级残血车队剩三颗，我先走了，我也走了，会饿死啊！真的，太饿了。我教你怎么那个哦，缓降，你就是在原地转圈圈。抬头转圈圈，然后是抬头，对。哎，刚刚差点死啊！所以这个巧克力人是好人吗？
巧克力人是那个财神爷。财神爷。哦，好。叮叮叮！我真是快别打财神爷。小心哦，对面的父母听到金蛋子的声音。全输。嗯，好可爱哦。我是财神爷。每次都带着不同的惊喜。我们那个奴隶还没升到满哦。还没。再看看哦。差第三个要150。我升，我升。好。好。嗯嗯。我升几元？对，我们更上面呢，有种来炸我啊！你炸我就飞。我就飞，我就炸。哎，那居然也是微爆弹！是扔到哪里才是微爆弹啊？那个村民，不，太靠近那个升级的那个就会。哦，升级。哦，好痛，好痛。升级哦，是升级那个，所以要远离，所以靠近那里，就安全了。哦，所以跟地上的方块无关。无关无关。了解。是那个附近。OK。因为之前有人炸掉保险箱，然后还附近。啊，不是这个啊，抱歉 ，sorry。书柜满级哦。我想说，抱歉。书柜好。啊，没事，你不要丢钱给我。重点是奴隶啊，奴隶啊 ！Sorry。我刚刚升级，他说已经最高级了。哦，奴隶最高了。嗯。等一下，你不要跑。有，奴隶已经升级了。财神爷，拍谁啦？拍谁啦？不小心亏了你一点。嗯。财神爷生气，财神要走了。这里面有财神被我挥了一剑，我以为他是坏人。希望可以炸。我先把鞘，我先把鞘子存进那个哦保险箱里哦。穿着我看不出来你是巧克力人啊，对不起啊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去轰炸他们啊。没有，我想先赚钱买那个啊轰炸啊。哦，我先把那个鞘子放保险箱里。再一波，再一波，他们都过来喽。有几个过来了。我现在完全没有附魔的装，就是一直去想办法弄他们。嗯，为什么有鸡的叫声呢？鸡，你说人？刚刚说一个鸡叫声，不是汪汪吗？哎、欸，做吗？鸡被打死的声音。啊！这么神秘，扔火焰球。我刚听到一声，他不会是丢那个火焰球的那一瞬间生出鸡来？哦，猜到，还蛮可爱的。可能買要买手榴弹买错了，我觉得有可能哦。对，我刚听到，就一个叫声。对，哎，缓降，我、哦、越来越会飞了。可以。嗯，是免洗装吗？嗯嗯。哇、哦，想弄我，我就飞走。我会飞。I can fly。哦，听到火焰的声音了。皮哥装的也敢跟我打？我被打，翅膀耐久会下降，我不想被打。这个好难挖，挖的好累哦。哇，飞行好好玩啊！你挖，我要上去了。会飞上瘾？会上瘾？真的？我钱，我走了。哎。我被发现了，而且那个人还很开心的看着我。哦，如果可以搭配弓箭就好了。我去挖。嗯。其实弓箭射自己可以代替烟火、欸。哦。但是你会痛啊。对吧、啊？会痛啊。但是可以省。旅行商人。旅行商人。哎呀，重头戏，重头戏。重头戏，快点。要打什么和平？很贵，一组可以换马，经验修补，幸运，击退，假断动时幸运盒子，50元可以换幸运盒子，抽奖。幸运盒子可以干嘛？就跟那个魔组幸运方块差不多。哦，就抽奖哦。你知道这关？竟然出现了抽奖系统，对啊，而且重点是他在那里很容易被炸、啊，很可怜、欸，很容易，
啊，所以旅行商人嘞？容易被炸，我把他炸了。对啊，他还活着吗？好像没了。对对对，哎、欸，我也摔死了，霸气！不，被制裁了。我摔到了。是的。选举好，巧克力，好险！你是国王啊！哎哎、欸欸，乔治还有 Ubi 的在里面，我去找，我去找，我去找，我去帮你找。那你玩，让你玩，我国王，我不要飞了。没有没有，还有下个选举日。没有没有，你玩，让你玩，换一个人飞，回去霸气了。我脸着地啊还好你早一点死，真的。哇，一点就是炸开。没有没有，战争结束。这关很适合买那个马。嗯。啊！这关买那个马不得了啊！嗯，不知道干嘛、啊。这买马很尴尬。我知道，因为我把那个商人给弄，就被制裁了。嗯，我在家里了。我。这可怜。哎呀，书柜放满了，那附魔超累的。我知道在啊，挖到一个而已哦。我感受到了，喵！我是国王大人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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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哇，你好会喷哦，杰克。没了，喷喷哦。不错不错。我想偷玩一下鞘试看看，好像很好玩。不要。哎、欸。哦，放。你有玩过吗？我没有玩过。不要。那就不要好。太可怕了。当时杰克不会玩，不是摔死就是去虚空。有人玩了一整场，还是脸着地而死了。好吧。对面入侵喽！对面入侵喽！好。啊，楼下有人抢吗？没有。哦我去拿一下好了。应该被拿走了。抢、什么？有吗？100块、被抢走了。嗯。哦，打了，打，好凶，好凶！开打了，开打喽！哦，财神爷，财神爷，我钱，我钱，我钱！嘿、hey, ，你好，快打我！哦，好痛，哦，好痛，哦，好痛！财神爷在喷，又来了，又来，又来了，又要被制裁了！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我没有要弄他了！好痛！那个要很多钱呢、啊。那幸运方块。大概会有哪些东西？二林可以说个几个、大概会有，还会给你一些物品啊，然后有可能会召唤一些个贵的东西，比如说那个是，没有你，我知道你要怎么说，你要说一个好的物，他会给你哪一个好的东西，一个好觉得很棒的东西。想一下、哦，你觉得很值得拥有的一个好东西哦，就是他会直接给你一个绿宝石砖。啊，绿宝石砖也才多少钱而已，50块，50块，买那个幸运盒子就要50块了。哎、也对耶，你在想什么？你一定没想到，你那个就是再来一次的那个啊，安慰奖之类的啊。你要说就是他可能会有什么丰富的装备啊，强烈火焰装啊，我家里有好多蓝色的人啊，做了错觉吗？一组的手榴弹啊，二零，你要这样说。没有没有一组。有大概小狼人哦，10个样子啊，10个手榴弹，10个手榴弹，就100块吗？啊，好像有赚。然后还有，好像还有，他才会有他的吸引力，大家才能去买。不然一瞬好像好像没有赚到啊。哎呀，炸自己吧！一瞬间大家都犹豫。超不适合做生意的。哇，我们家都有小狼人呢、欸！啊，谢感谢，谢财神呀！蓝炮兵，哦，有，他们送装备了，我来了，感觉他们很炸哦，嘿，很炸、哦，我想上去，哦，我听到飞行的声音了，上啊，我们的翅膀，外星在飞吧。我大概知道你怎么死的了。怎么了？你该不会要死了吧？没有，我又炸到了。砍你一刀，砍你两刀。你是不是想拿手榴弹往地上丢的时候摔死的？
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对，我一定是一个高端的技术，然后不小心稍微失误一点。我觉得估计不是这听起来。哎、欸，奶奶没了啦！巧、欸、思没啦！巧思没啦！我还没摔死啊！他摔呀！图中直接被摸走。我准备要降落，就是怕巧思不见呐、啊。这就是我上一场就说，如果在飞的时候被摸走，奶奶完了，真的完了。外面有一个人哦。哎、欸，我们上不去。我们家楼。好。地下空，哇！我们加一堆蓝色小精灵。王王，你不要打那个裸装的啦。哦、打裸装哦。强力三火焰还不错。哦哦哦，哇痛！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没有梯子可以上去了？叠啊，嗯，可以蹲。把妹妹叠的。二零梯子被炸掉了，这是不是 bug？ 还是本来就可以。本来就可以啊。本来就可以，所以我们就去炸对方的梯子，把他们炸歪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一个蓝色的来家里喽，炸了半天。他在楼上，他在楼上。王小心喽！哎、欸，嘣嘣嘣嘣嘣嘣，嘣嘣嘣，怎么又是姨呀、啊？我不，哎、欸，刚那个声音很有喜感。我在楼上保护好自己，王的性命最重要。嗯，多垫一点方块，增加防御力。哦，都这样。我要怎么去？坑博哎，就坑博哎！哦，没事没事，我这个 OK。哦，紧张。你要去摔死，这是要摔好多钱。找买个咪内。Birthday party。买一个内内啊，有内内。一直强调内内干嘛？刚刚就被没收了。不行，财神爷，你不能穿衣服啊，这样我们看不出来你是巧克力的。要凸显你的特征，感谢小起点，财神爷大人呢、欸？你至少上半身、欸。有人，我们队友有被带夜洞，哎、欸，他们光死掉嘞、欸！他们光死掉？嗯、啊，有看到光吗？真的、啊？还死在他们那？我们家没有看到有人发光，哎、欸，有人打我。哪里？我还 OK，、啊、我有无敌，我有无敌。他、啊、打一打我就不见了。所以两个鞘翅都陨落了吗？对，都没了。好、哦，那烟火，烟火就没用了。开始放啊！你又放地方、啊哦？开始放烟火啊！哦，烟火，放烟火，好开心啊！哇哟！哎、欸，你我放一放有炸弹啊！那个会受伤哦。不是不是，有人在你放烟火，从车乱丢手榴弹。好心机，好心机。好坏哦。他也想跟你一起开趴，有没有？开趴，开趴。哎呦，我摔到！哎呦，我给动了。哎，我被你打死，难受。盖不上来、啊。哎呦！为什么？人形上。哇，怎么一堆人啊！天啊！对啊，他们都跑到我们家下去了啊！装备没了，难受。还行吗？还行吗？下去听到打架的声音，很可怕。嗯，光标出来，他从把我们家当他们家。啊，我总觉得比海盗船还难打、啊。对啊，这关难度很高。没有巧，我装备不多，我躲一下，我躲一下，哎，摔到了，没事没事。哦，还有，还有无敌，躲起来、欸！怎么了？没事。有一个小帮手来看着我，让我很害羞。看得你心里发寒。有有，这些我有。哇！哇！哎呦！被空降。他给我一本锋利一的书。我获得了。那个姨要送装备了。啊！哦，中箭！嗯嗯 ，OK 吗 ？OK 吗？封杀、啊！不愧是巧光啊，治国有方。一定夸自己。咖喱狗。嗯。鱼跑哪去了？攻势不错。哇哇哇哇！
楼上的，楼上的，就站在那个桥吗？不一定，我不一定。三，小，嗯，好，尖刺，哎，这是没有三十等的，没有三十等啊。因为书柜被炸开了，差两个，我去补。不，剑是不是掉了？我还给你，都给你吧。掠夺，所以你要补书柜是不是？那我就等一下。来了，好，OK。哎呦，三十等的，尖刺二，试试看哈，还行。发光喽！我们发光了。好。我们发光了，可以。哦，好吧，我才刚到他们家，难过。为什么我刚开始打不到哥莱果啊？哥莱果可以打啊，我们那个塔，因为有人在吃哥莱果啊，还是他是用传送？对啊，用炸的会掉吗？哎、啊欸，我收到了，没有吧？没有。小雨前面，小雨前方打。那他哥莱果哪来的？所以漂亮。那应该是那个技能。哦，可是我听到是吃东西的声音哎。嗯，小雨，小雨旁边一个。你的哥莱果是传送吗？你的传送不是蛋糕啊？两下，小雨可以的，漂亮。又有人来喽，好像在地底。有金苹果吗？来收割的。有一个在楼上，有一个在我们楼顶上。旁边又有一个、啊、火焰，它烧起来。楼顶的哦，我看到。对，在我们楼顶上亮亮的。那我先去料理一下它。好。楼顶的不容易啊。